台长，帮我看一下我的月猪1971年羊月账多少？1971年的羊啊？不是猪，猪。猪啊，1971年的猪啊。啊，是吗？我月账有多少？你月账很少啊，23。23啊，下边这么少羊啊？谢谢你啊，你要多一点是吧？自己加一点嘛，好了。嗯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台长，我的鼻子是什么毛病呢？每次你的鼻子就是孽障，你上辈子就是不应该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不应该做是不是说闻的问题？听得懂吗？是你用鼻子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吃白粉啊！吃白粉，你这辈子投不了人了。听得懂吗？不是的。明白吗？不是的。因为你，用鼻子赚钱的，我只能讲到这里了。好了。好。台长，我在魂魄是我不学习的，我感觉有时感觉到好像有魂魄不齐。魂魄不齐的话，就是说明你念大悲咒还不够呀，精力呀，大悲咒，好好念，不要沙汤漏水的。我这边但是我不齐呢，台长帮我看一下。什么？业障，业障。业障啊。业障刚刚不是啊，业障是我不齐，没有，不是讲错了，是你我的魂魄是我齐，魂魄真的不齐，你大概魂魄只有70%。怪不得有时候好像考到这觉得早就魂魄不齐，你记住，魂魄不齐最大的特点就是记性不好。听懂了吗？好了，我要叫魂吗？你自己叫吧，每天晚上2点钟叫好了。半夜里2点钟没人的时候跑到马路上去叫好了。明白。好了好了。台长，台长，我身上有灵性吗？现在没灵性啊，没灵性。没劲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结束了，给人家。好，感恩台长。再见。